当今的中级车市场可以说被德日两国的汽车品牌牢牢把控着。其实不用我说，随便到一条马路或者某个小区的车库，你能看到最多的就是什么凯美瑞、雅阁、天籁、帕萨特、迈腾等等。当然我说的是普通住宅，豪宅高档公寓不算。我一直在想，难道是那些车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还是说其他品牌的车子就真的不尽人意？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为此我专门找来了两辆这个级别当中算是比较偏冷门的车子，在让他们 PK 的同时，也让他们和传统的日德品牌进行一番较量。我相信在他们身上一定有什么闪光之处是我们之前所没有看到的，一定。就是他们，标致508和雪佛莱迈锐宝。其实说他们有些偏冷门，实在是委屈他们了，因为销量并不能代表一切。看看他们的样子，足以让你眼前一亮。508的线条流畅，却充满张力；迈锐宝的造型阳刚，又不太过张扬。我觉得，至少从外形上，这两个车我都挺喜欢的。而这两辆车我各自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现在摆放的样子，508的车头还有迈锐宝的车尾。508的车头我觉得非常的低矮流畅，而且还使用了一个类似于大嘴状进气格栅的这么一种设计，有那么一点霸气。不怕你们笑话，有好几次我曾经在远处将一辆508，尤其是白色的508，误认为是一辆玛莎拉蒂。而迈锐宝的车尾从 C 柱开始就变得非常饱满，富有力量感。而这四个方形的尾灯也不用我多说了吧，这简直就是一个简化版的科迈罗大黄蜂。虽然这种方形的尾灯设计与现在的主流尾灯设计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但我觉得却是点睛之笔。让我们先别着急开，因为这两个车毕竟是以家用为主，我们先好好体验一下他们的空间。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迈锐宝的前排。我觉得迈锐宝的前排空间还是相当宽敞的，腿部还有横向还有头部，其实尤其是横向，因为我本人的身材属于比较宽的那种，再加上现在中国人的身材普遍朝着高大化宽大化发展，所以有的时候横向空间更加的重要。它的这方面表现确实不错，我挺满意的。在这里呢一并说一下它的内饰，它的内饰风格还是通用的那种，按键繁多，但是普遍没有什么质感，看上去手感比较单薄。整体的制作工艺呢，在这个价位里只能说是中规中矩，还算说得过去。而我内饰最喜欢的呢，就是它的这个两个方形的炮筒状仪表盘，可以说与尾灯是交相呼应的。前排差不多就是如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后排。哦，迈锐宝的后排。我觉得对于它的后排，我只想用咱们国家的一个地名来形容，塔克拉玛干沙漠。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它的后排除了一个座椅之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功能也没有。它的后排能提供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作用，就是坐着。但是我决定不在这里坐着了，因为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与它枯燥的后排相比，迈锐宝的后备箱绝对是一大亮点。为什么？因为它的容积超过了540多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有很多尺寸比它还要大的豪华轿车，后备箱的容积都没有它大。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开车经常拉东西的人，那么它的后备箱绝对是一大利器。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08的情况。508的前排也是很宽敞吧，只不过由于它的这个中控台比较的厚实，所以多少侵占了一些腿部空间，其他方面宽度头部我觉得与迈锐宝都是旗鼓相当的。不过我觉得它的内饰的做工要比迈锐宝略好一些，仅仅是略好，无论是按钮还是旋钮的手感还有阻尼都要更丰富一些。其实说到这里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到后排为你们介绍了。为什么呢？马上你就知道了。噔噔噔噔，欢迎来到维也纳金色大厅。
我知道维也纳和法国是两个根本不挨着的地方，我这么说只是想表明它的后排对于乘客的照顾真是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不仅空间非常的宽敞，而且还有独立的空调，后排还有单独的点烟器，而且在这里还有后排的座椅加热，后排的座椅移动，后排遮阳帘，而且你能想象到吗，在这样一个级别的家用轿车当中，它竟然还能控制副驾驶座椅的前后移动，在后排看，哎，这508到底是商用车还是家用车？家用车。是家用车吗？没错。哦，看来我记得没错，是家用车。哇塞，那只能说明它的后排简直是对乘客的照顾真的是太体贴了。不过一个好消息之后总会紧接着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它的后备箱，它的后备箱容积只有可怜巴巴的425升，也就是说比它的同门师弟408还要小上将近140升。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好了，让他们活动活动筋骨吧。这辆迈锐宝其实我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老朋友。我指的不光是它的品牌，它的车身上的线条造型，更重要的是它开起来的那种味道和感觉。它与我之前试驾的通用的君威、君越，还有克鲁兹、英朗等等，开起来几乎全都是一个味道。或许这是一种通用特有的味道吧。它的转向轻而贼，油门踏板踩上去感觉细若游丝。虽然厂家宣称它的变速箱经过了改进，但是我觉得它的换挡迟钝和之前相比并没有什么质的提升。你在需要它换挡的时候，它总是会思考一下人生。不对，确切的来说应该是思考变速箱时。其他的变速箱是这么工作的。它踩油门了，我需要降档，马上完成指令，完事儿。而这台变速箱它是这么工作的。它踩油门了。先稍等一下，我先思考一下人生。我思考完了，然后完成换挡，是这样。这辆车更多的是需要你去适应它，去习惯它。等你摸清它的脾气之后，你会发现它开起来还是非常轻快的。它137千瓦的2.4升发动机，虽然动力谈不上有多么的强大，但是当你全油门加速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浑厚的味道，不多，也就一点点，不过这也确实比较符合它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外观。而且当速度超过100之后，速度的提升也并不费劲，比较轻松的就能达到140甚至是更高的时速。而且它高速情况下的直线循迹性我也非常满意，除了高速以外，它的油门在中低速情况下的调教也非常的贼，这种一窜一窜的油门调教特点也非常适合在这种城市拥堵的车流当中与其他的车保持节奏，能够尽快的跟上车。我刚才说它方向贼，确实如此，电动助力转向轻，而且这种轻和其他采用了电动助力转向的车子感觉还不一样，握在手里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你稍微一碰它，它就灵活转动，车头也马上跟着动，所以初次驾驶的时候一定要适应一下。而在高速的时候，它的方向盘中间余量也有些过大，握在手里没有紧实的感觉，并线的时候让人感觉心里没底，而且在高速情况下它从车尾传来的噪音也确实有些吵人，听到没有，主要来自车尾。相比于那辆迈锐宝来说，它的驾驶风格就完全是另外一番味道。由于它和我2年多前试驾的雪铁龙 C5 属于同一个平台，所以无论是车身还是内饰，都是这种非常熟悉的硬朗扎实的味道。
而且电子液压助力转向握在手里也感觉非常的硬朗沉稳，只是手上的感觉。另外它的方向盘还采用了这种底部扁平的运动造型式设计，我很喜欢。底盘嘛也是一样的感觉，一种典型的德系车厚重的味道，你可以感觉到悬挂传来的震动，但是所有的这些震动都被厚重的底盘化解于无形之中，听见没有？最终传到你耳朵当中的是几声低频的砰砰声。相比较来说，迈锐宝的底盘就没有这种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颠簸还是传入你耳中的声音气势都要差了一些。这台508的2.3升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要比迈锐宝的2.4升发动机要小了11个千瓦，最大扭矩要小了10牛米。而且实话告诉你们，不是因为我知道了这些数字上的差异我才有了心理作用，无论是静止加速还是中途加速，迈锐宝它都要比508要快那么一些。虽然迈锐宝它加速的力度本身也不算太大，但是两车的差别还是能够比较轻易的体会出来。不信吧，那么我们就来试一试吧。那辆迈锐宝正在我的右边，而且蠢蠢欲动，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中途加速。准备好了吗？3、2、1，走！哈，它迟疑了一下，肯定是变速箱在思考人生。不过它的降完档之后加速还真是快啊，一下子就窜到那儿了。最终你们也看到了，迈锐宝确实要比508还快上那么一些。在高速情况下，508的噪音我觉得也是比较明显的，不过与迈锐宝噪音主要来自后方不同的是，508的噪音主要来自于前方，也就是发动机那里。听听，不过相对来说，508的变速箱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聪明的，因为它的人生规划早已经完成，不需要再思考人生，它能够及时的察觉到油门深度的细微变化，并且快速的做出相应的调整。另外换挡冲击我觉得508也要更加的轻微一些，不过整体来说两辆车的换挡冲击都不算是温和的。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标致的设计师不在508的前排多设计一些储物空间呢？因为它的前排储物空间真的是凤毛麟角，比如像我这样的人，手机和钱包不喜欢带在身上，因为用起来很麻烦。那么我总不能放在中央的这个扶手箱里或者是副驾的这个手套箱里吧，因为用起来就太不方便了，所以我的这个临时搁在变速杆旁边的手机总得有个归处吧。那搁哪儿呢？难道是搁在这儿？这只是一个很薄的很小的槽，只能放卡用，那怎么办呢？不要了，拜拜了，手机，还有我的钱包，放在这个门上的储物槽里，拿起来很不方便，交一个高速公路的通行费也很不方便，那放在哪里呢？这么厚的钱包，干脆我也不要了。除了手机和钱包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饮料。如果前排只有你一个人，喝着一瓶这样的带盖的饮料，那么很幸运，你可以将它放在这里，前排仅有的一个杯架上。如果不幸的是副驾也在喝着一瓶饮料，那么它放在哪儿呢？手里拿着，或者说将你的这瓶饮料自私的扔到后面，它也放在这里。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震动，比如说急加速或者说紧急的制动，那么里面的饮料就会洒出来，洒到这个液晶屏上，看来放在这里也不好。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些快餐，那么他给你的饮料往往是这种没有盖的，放在哪里呢？也放在这儿吗？这样的话，一个轻微的震动，所有的料全会洒出来，不仅会弄脏了这个液晶屏，你和副驾驶的裤子也会弄脏。相比较来说，这种杯架放在这里的，即使饮料洒出来，也弄脏的只是小小的一片，所以放在这儿我觉得也不太好。那放在哪儿呢？干脆这样吧，我只能这样了。所以相比较来说，508的前排储物空间相比迈锐宝来说那真是差远了，迈锐宝在这一方面比508强的不是一厅半点儿。
这两辆车，一个是以操控见长的品牌，另一个广告里就把人带到了引人入胜的山路。那还犹豫什么呢？首先我要说明的是，这两辆车都不是适合山路狂飙的选手，所以让他们去攻弯着实有些勉为其难。不过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先来看看这辆迈锐宝。它在山路的表现依旧和公路上的一样，还是那么的轻盈灵活，底盘还有悬挂的柔韧度很高。有的时候过弯往往给你一种这样的感觉，有一种不足挂齿大题小做的感觉。而且有的时候悬挂和底盘还没有到达极限呢，轮胎却已经撑不住了，这一点我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还是这个电动助力转向，在这种山路上我简直是恨死它了。你在面对这种角度单一的弯道的时候还好，而当你面对 S 弯，也就是左右交替弯道的时候，由于中间有余量，所以你必须要经过这段余量才能针对下一个弯道做出调整，不能让你非常流畅的自然的驶过，这一点真是让人非常的扫兴。也难怪我们的影帝托尼梁开着这辆车也只能是平静的微笑着去享受这辆车了。不过我倒是对他后视镜当中出现的那辆老款的后驱版的迈锐宝，应该叫马里布吧，我对那辆车更感兴趣。而508则同样将它在公路上那种厚实稳健的感觉带到了山路上。相比较来说，电子液压助力转向我觉得在山路上更适合驾驶，不仅中间的余量小，让你能够更加流畅的驶过 S 弯，而且还能够通过回馈力度来告诉你现在弯道的缓急。相比于迈锐宝那一丝轻盈感，你能够觉得508的悬架是扎扎实实的压在路面上。单就底盘悬挂过弯的感觉来说，如果说迈锐宝是一个滑冰运动员轻盈无声，那么508我觉得更像是一个田径运动员铿锵有力。不过总的来说，两个车在悠然驾驶的时候都能够给人带来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让我们还是慢慢开吧。怎么评价这两款车呢？可以说迈锐宝还有508都有各自的长处。这辆迈锐宝它造型阳刚，驾驶起来感觉轻盈，2.4升的发动机动力充沛，不光是和508比，就算是在同级当中，它的加速性能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它空间宽敞，储物空间也非常的丰富，虽然对于后排乘客的照顾稍微有些缺失，但是我想这也是和它的定位有关系，要不然他们也不会重金请来影帝托尼梁专门坐在这里驾驶，而是安排他到后座去享受了。总之这辆迈锐宝还有那么一颗有点野性的心，但是它绝对称不上是激情狂野。而这辆508呢，它造型优雅流畅，无论是方向还是底盘都颇为厚重。2.3的发动机虽然加速性能不及迈锐宝，但在这个级别的车型中也算中规中矩了。前排的储物空间凤毛麟角，但后排对于乘客的照顾在这个级别中绝对称得上是体贴入微。它成熟、沉稳、内敛，我觉得很适合一些居家好男人。但为什么这两个有着如此鲜明特点和个性的车在国内的销售算不上火爆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品牌。迈锐宝和508都有在同级车中名列前茅的优点，但对不起，你们的牌子或者说车型进入中国太晚了，在花费几十万这样一件大事上，我们的消费者可不愿意去赌，他们更愿意从众或者说随大流。不过相信看过今天的测试，那些喜欢这两款车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打消品质方面的顾虑了，剩下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至于我自己，我会选择哪一款呢？选择它还是选择它？哪一款我都不会选，因为他们身上的不足还是让我不太满意。接下来就看他们哪一个能率先做出改进，也许那辆车会最终进入中级车的主流市场。